阿丹。那我们现在在桃园大溪的威斯汀酒店，然后这间饭店在周末呢几乎是订不到房，而且这边呢已经红很多年了，我们现在才来。然后这周末呢，因为我姐姐跟阿丹的姐姐都要带小朋友来，所以我们就一起跟来啦。那这间饭店呢，除了有我们后面这超级美的网美必拍游泳池之外呢，还有非常多小朋友设施。那进来呢，除了玩他们设施之外呢，他们的房间啊也是很舒服哦，然后还有中餐厅，然后buffet跟他们的一些简餐的餐厅哦。那我这次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，然后也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的设施，就真的是一个不只是网美饭店，它更是亲子饭店。对，不愧是号称北台湾最大的亲子饭店。来这边真的是可以一整天都待在这边，可以不用出去。吃的啊、玩的啊，通通都有。还可以使用它这边的设施，都不会无聊到，因为它是这边的设施真的非常多。好，那就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Go。姓陈，那个行李我们先帮你收起来。好，谢谢。再见，拜。他们这边刚到的时候啊，就会跟你说，你可以先把行李下来，寄放在这边。然后下好行李之后呢，再去把车子拿去停。这个小朋友不是我们的，这个小朋友是姐姐的。我们这次就是因为我姐姐跟阿丹的姐姐都要带小朋友来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啦。对，我们这次呢，就是伟带小朋友的两天行程。他们就在那里啊。Jasper， 哎啦，这次总共有跟小朋友这么多，好可怕。好，那你们先进去休息，然后我去停车。还有小阿姨，哇，好多，去吧。等一下，我请佩西的，来个佩西生日啊。听说这间饭店是非常适合亲子来住，所以真的好多小朋友。天哪，你也在住呀？对啊，我在录你啊。我们这次呢是因为我姐她用点数换的房间，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啦。我们现在在大厅等的时候，每一个家庭都带着小朋友。对，这是饭店啦。对，真的是非常亲子饭店哎，超多小朋友。嗨，罗斯姐姐，阿嬷，小阿姨，一丢，嗨，嗨。这次刚好是小侄女的生日，所以他们准备了这个气球。哦，佩西的生日跟我们两个人结婚同一天。我刚刚去停车，对，我觉得他这边呢，就是因为他腹地非常的大，像我们假日来的话，人太多，就会停车停到比较远的地方。但我觉得这个像是在国外住度假村的话，也都是停车的地方会停很远，然后再走到饭店。不过我觉得比较好，就是我刚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有高尔夫球车来接我，问我说我要不要上车，然后把我载来这边。这么好，不错。对，这是一个六小孩的地方，然后阿贝跟汽水都自助式的，不用钱，不用。我知道要叫你过去。我们现在正在等 check in 的时候，小阿姨就来跟我们说，自己的咖啡水啊，就在大厅这边都不用钱。对，我们现在拍影片，拍到那个家人看到有什么东西，都会 cue 我们去说要拍哪一些东西。我跟你说，录影小阿姨就是专业，她都知道哪一些地方要拍，哪一些卡要拍。看一下他们拿了什么。哇，还有咖啡。他们现在就是让我们等 check in 的时候，然后让我们在这边喝东西。很聪明哎。现在是1:30，然后他们可以入住的时间是3:00。可是他们1:30就可以用里面的设施。我们美国的资讯说，游泳池的凉亭要早上5-6点就要先去抢位置了。你喝是什么？美国都会喝啊。Mountain Dew。诡异的东西。就是黄黄，有点像维他命。哦，维他命 C 汽水。Jasper，你看这边有人在结婚呢。这里有人在结婚呢，真的。对啊。这是别人的婚礼。哎，那我们也来拍别人婚礼墙好了。好漂亮哎！赶快呼吁张主文来这里结婚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这里玩了。这里结婚啊！对，你看这个海香哎，这是真花吗？是啊。哎呦，这好贵哦！这很贵，张主龙。这边的用餐就是中餐厅或西餐厅。好，那西餐厅是自助式的，就有一两个时段，5点或7点15。那如果都要候补啊，客满，那我们大厅酒吧这边也可以用餐。酒吧。
时间可以进去我们的房间？没有吧，只能先去阿嬷房间。哦哦，我们现在只能先进去阿嬷房间，因为我们有三种房型。嗯，行政房、跟 SPA 房、跟一般房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黑西，你说。啊，那这边前面大厅的右手边，这边还有一个 deli， 可以买吃的东西。对，像这个小超市。然后呢，你要在这边喝星巴克也是可以喝得到。嗯、很可爱的超市。对啊，去看看。还有面包吗？这边就是像这个小超市在卖饼干啊、泡面啊、豆干这些东西，还不错。哎呀，还有像女生用品也有，防晒芦荟也有。他那边有这边啊，我看刚才还有看到像是商务中心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像图书馆，然后可以看书、用电脑、电脑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走去阿妈的房间，走得蛮远的。现在看一下阿妈的房间，阿妈这间是什么？水疗套房，哦，好大间哦，有按摩室，还有更衣室哎，太大了吧？啊，他这件送你就是有按摩室，好大间，这是按摩哎，哇，这真的好大间哦，好大间，哎，要把那个他这件就是有一个按摩的哎，嗯，对，就可以直接请人来这边按摩，哇，这按摩间很漂亮哎，然后看这里有一个大床，这里有一个大床。哦，它这有一个这个哎，哇，还有个泡澡的，还有个泡澡的，还有这个洗手台。它这里已经不只是两个洗手台了，是两个超大的洗手台。你看，它这里还有外面，我真的很希望你看看，它外面还通气的。哇，它这有两个泡澡的地方哎。哦，阿嬷，这个你应该有满意哦。嗯。哎，很漂亮。哇，这里很大哎。可以泡澡的耶！哦，然后还有两个躺椅。哇，这好舒服！你去那边看看，上面那边看看，那边好像可以直接走到游泳池。哎，真的哎，它这里可以走到游泳池。哇，好高级哦，这一间。就是一楼阳台概念啊，然后就可以直接走去游泳池。而且很多玩的。嗯 ，Maddy， 你没有发现他们没有那个洗澡的地方吗？在这里。不是，你看这个地方。你看这个，噔，这里有一个洗澡的，很酷哦。你看这个很好哦，它这边有椅子可以坐，像是如果阿嬷来这边洗澡的话，就可以坐在这边洗。哎，那它这个也是啊？应该是啊，这个是上厕所，你不用上厕所吗？啊，他跟你 say hello 吗？哎，真的会耶，这个是会。看看这边有。啊，它这个是挺大。哦，你看，化妆镜。有人要洗澡的时候就把，有人要洗澡的时候就把这个拉起来。哦，直接变成一个独立的一间。哇，好大！如果跟家人来做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拉起来，就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尴尬。哦，好可爱哦，有那个旋转木马。哦，阿嬷，今天就在哈。哎，坐坐。哎，来这里。是啊，没关系。是这样，大家可以一起。笑死！我戴手杖。哇，这房也太大了吧！啊，寡豆太大了，寡豆。生日快乐，小寿星。我们现在要去。走喽，旋转木马喽 ，Ella！ 天哪，这也太清楚了吧！这不是我们频道的风格啊。哦，105。好，那要稍等一下哦。好，谢谢。哎，那这个大人可以玩吗？80公斤以下都可以。好。这里真的好适合亲子，好多东西给小朋友玩哦。真的。可是是要比较适合那种可以走路、跑跳的小朋友。嗯。带他们来放电。它这边除了有一个超漂亮的网美游泳池之外呢，小朋友玩的东西其实不是小朋友玩的，大人也可以玩，像那个玩篮球的篮球机，还有那个西洋棋啊，哎，换我们了，等一下再继续说。然后这边还有旋转木马，然后那边还有儿童的高尔夫球。好，你要哪一只？哪一只？你不能做这么大只的啊！你这么大只的跟人家没有差。好，好热。听说这个旋转木马会开到晚上，然后晚上会点灯，就会很漂亮。晚上再来看看哦。装好哎，我们等一下去玩溜滑梯，然后还有玩汽车、高尔夫球。它这边除了有刚刚后面那些设施之外啊，前面这边有一个小朋友玩的高尔夫球场，小高尔夫球场。然后它这高尔夫球场就是用一些桃园的景点做造景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溜滑梯，然后跟那个射箭的地方。然后还有很酷的那个赛车场。哎啦，你要去玩什么？舅舅跟你去玩。溜滑梯是吗？走，我们去玩溜滑梯。这高尔夫球场好可爱哦，好像小人国。这样子，这样子摆好有没有？先帮我摆好。他们也要帮你摆好的意思。结果一下，你看，干嘛哦？飞上去，啊，没上去。
很难那段。跑出去了，好啊，谢谢。你脚要踩那个灰灰的地方，它就会动了哈。然后你脚放开，它就停下来。所以你快撞到的时候，一定要停下来哈。再冲一个。好，脚放开。哇，要撞墙哦！这个赛车场超大。你看那个摩托车，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哪里有摩托车？对啊，前面有个摩托车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吉普车，哇、哦！你看佩云姐姐前进了，没有没有，你好厉害哦！你还会动这个，这个往下推呢是后退，往前推呢是前进，好不好？来，好 ，Go！ 哎呀，没撞到，好厉害！哇，现在好热哦！这里根本是小孩天堂哎，超多玩，超多东西玩的哎、嗯！你看现在又他们又在玩射箭，啊哈哈哈哈！老鬼有风了，对了，哇，哦，气氛，这里很好玩哎，很多东西可以玩，我觉得很不错。现在三点，我们要去我们的房间呢。我这一次住的是525号房，哇，它这个钥匙是手圈哎，这样就可以不怕掉了。而且像是我们去玩水啊，这钥匙就可以带着，不像是房卡，万一玩水碰到水，它就会失灵。对啊，很方便哎。你看那边还有室内游泳池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那里还有室内游泳池哎。他们现在室内、室外游泳池都要预约，然后在后面这个柜台预约。嗯，然后他这里还有卖一些游泳的设施哎。哦，有很多小朋友的游泳圈。在这座 SPA 旁边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借 Switch 的地方，很多游戏可以借。这边很多游戏可以借。今天的话，晚上目前都要帮你排候补哦。哦，刚刚去问了他那个 SPA。如果说来到这边又想要体验 SPA 的话，就要非常早非常早的时候预约，不然的话就要后补。走一走，这里又有一个亲子馆、啊。嗯 ，Kids Club， 嗯，也是要预约时段的。现在看看我们的房间，哇，这里是干湿分离两边的，厕所跟那个帘是一样的，嗯，跟刚刚那边是一样的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大的。哦，大的泡澡的。哎、欸，它这浴缸是独立浴缸哎，然后因为我们有小朋友，所以它还有小朋友的那个小朋友小浴缸。我们这边是跟阿丹的姐姐还有两个小朋友一起住。哇，他连这个小朋友的鞋子都有准备，这个很可爱耶。然后跟两双户外的拖鞋。它没有室内的拖鞋吗？这也是放行李的。嗯，放行李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床。对，那我们这次睡的这一间呢是。最一般的房型，那它就是配两个小床或者是一个大床这样子。那我们有带小朋友，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婴儿床给我们。食物哦，它这里有配这个 espresso 的咖啡机，这种的。哎，还有水果哎。哇，迎宾水果很多种哎，非常多。然后还有这个饮料，在冰箱里面的饮料、嗯。然后看一下我们这边，我们这边的 view 是什么？我们是山景，变大厅。大门口就在那边、嗯，我们这边三顶。哇，不过它这个阳台很大哎，坐在这边其实也是很不错。对，这边悠闲。哎，它不是说有那个室内的拖鞋吗？看来我们这间只有那个室外的版本。哎，真的没有室内的拖鞋。对、啊。有备品，还有小朋友的备品哎。哇，真的哦！你看小朋友的牙刷哎，好可爱。牙刷哎，这个让我看。你的牙刷。还有小朋友的用的沐浴乳哎，太贴心了，挺可爱的。你就放这边。好，你就先放那边，你有喜欢吗？所以他这边的备品竟然没有刮胡刀哎，一定要洗澡哎，嗯，没有让男生来的意思。吹风机没有很特别。哦，是哦。就吹风机就是小台的。没错。Maddie， 你看我发现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们是一般房的那个果汁跟高级房的等级不一样、啊，它那个是国外进口的苹果汁，然后我们是台湾品牌的，嗯，苹果 C， 可是我们好喝比较大罐。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姐的房间，哦，这边怎么的？那游泳池吗？哇，好大间哦！它这里就是有两种鞋子的，
对不对？行政房就是有两种鞋子，室内跟室外，然后我们那种一般房就是只有室外的鞋子。啊，它这里就是有一个客厅。哇，这行政房好大间哦，好厉害哦。哇，这个浴室很厉害耶！对啊，哇，这独立浴缸真的是好漂亮哦。哎，哇，这床看起来就很舒服的样子。哎呀，你上去跳一下。跟你讲哦，它这里面这里就是泳池。嗯，其实我觉得我睡这里好了，这里的风景还不错。他们这里风景比较好。哦，这里很漂亮。好大间呢、哦。好大间啊！说实在的。我们自己来订的话，我们也只能订得起那个小间。我们自己订的话，我们也只舍得订那个小间。因为这种房型，可能假日的话就要10000多，接近20000，搞不好还有20000多，太贵。对，看他们备品用什么的，他们自己出的。Mandy， 你看这个地方让你上厕所，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啊。但你看他这边，你卡住了。哇，他这里就是可能有一个限制这样。你其实你进去的就是刚刚好而已，嗯，因为它这个门有一点打不开，对，这可能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这边就卡住，这样是也有一点危险，如果太大力没注意到的话，太大力就会破掉。也知道是真的，这边应该要装一个那个护保护的。好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谢谢舅舅，谢谢舅舅舅妈，谢谢舅舅舅妈。哎呀，我们要去游泳了，你要走吧？走，换泳衣。那走吧，我们去换泳衣吧。